女人你相信吗？有时候两个人互相喜欢呀，互相牵挂，但却不能在一起。其实你也什么都懂，但就是走不出来。你们彼此都假装不在意，好像都放弃了，但其实都在等待对方。你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，他也一直在想念着你。那你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吗？老师知道答案。